好厉害哦，第一次呢。真的啊，老了才是有钱。刚好以前是蛮容易的啦，啊，到后来是送保家就加重了。嗯，你是中两个啊？花多少钱？一共花多少钱呢？花60块。60块。嗯。可是这个水果袋60块，应该市场应该可以买很多颗喽。但是帮助小龙啊，啊，帮助火龙啊。哎，对身手来讲，对身手来讲，几率真的不高。可是对常常在玩的人，已经投资了很多钱的人在里面，我觉得几率很高。哎，对，刚刚花了多少钱？哎，我刚刚应该，因为他们我刚才花了70-80块嘛，我一样都没加到。